我那个 ID 是系统创的、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长那个样子。那游戏不只有大蛇啊，还有麒麟可以打、欸，还有人可以打。我有六星的扫把，还有六星的小鹿男，这两只就够了吧？闯天下。卡在九吞童子哦，九吞童子那一关你就有几个单点伤害了就可以吧。孤鸟，孤鸟也不难抽啦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场的敌人是空白的 ID 耶。包包包包，感谢你的donate，让永杰的时刻越来越好。这一次爱你哦。谢谢老二 unhappy 得两块哦。嗯，四星升五星哦，四星升五星，你有白大魔就把它吃了吧。好，我们走这条路回去比较安全。这一场我们的对手是世界第一的牛头人欸。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第一的牛头人会把我们打成个什么样子。好，世界第一的牛头人首先把我们的真娜给顶起来了，效果没什么感觉，肉眼分辨不出来。小鹿男好用吗？贼猛，撞一下死一个。你再让他加上一吻，好，我们的真娜又第二次的被对面给顶到了，这个是啥咪的情况呢？爸爸包，爸爸包，感谢你的donate，让永杰的时刻越来越好，这一次爱你哦。我觉得真娜然后飞起来了。缺白达摩啊，快快进贡！好，谢谢大师兄，等一下、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打一波很重要的会战。感谢大师兄的两块。嗯，白达摩要怎么拿、啊？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来拿那个白达摩、啊。其实我打到现在，我感觉石那个石梦魔是最难打的，会让你睡觉。打一只要半个小时。好，这里哦，我们的队友准备要下来哦， gank 支援我们了。我们来 看螳螂要怎么过来呢？好，螳螂要走过来了。这里呢，螳螂跳到了敌人 AD 的身上，打 AD 给打残了，最后呢一个都没有收掉。我刚刚是被世界第一的牛头人给骗了。把我的闪现给骗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回家了，来看看上路达瑞斯 VS 两个近战的。通常两个近战的去追达瑞斯的话，被劈死的几率还蛮高的啊。达瑞斯哦，果然是一个人就把两个人给霸气镇压了，比数还是1-0。刚刚这个会战还蛮精彩的吧？感受了，
策划了精彩的操作。牛头人不见了，然后我们来下下这个 AD。这狼稳的，稳扎稳打。即使我们在面对像是凯特琳这种凶残的压线角的时候，我们吃兵还是没有输的。虽然闪现被骗了，还有在塔下，我的珍娜一直不断的帮我减少小兵的数量，人真的是很 nice。过年要干嘛啊？过年，再看看，还没决定了。利后啊，哎，比数来到1-0对面哦，把我们下路压过来之后，顺势把小龙给吃掉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过来收头了。对面的魔豆凯撒带着大恐龙，看起来有点难打，真的很难打。哇，太稀了吧！死喽！爸爸包，爸爸包，看日日的内让永杰的时刻越来越好，贞子爱你哦。好啦，我知道今天一定是没战喝，才不稳，聊天室还不支起来。谢谢3B31022的掌控哦，给我们带来的赞歌。其实战歌来之前哦，好像就稳了。满装喽，气氛半。叫我什么姐姐？这是谁的声音哦？谢经验，谢经验唱的、啊。哦，好痛啊！懂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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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，我们可以来背头一下。跳针跳针，不要再叫了，叫声我姐姐，还给你一拳，你还跟我谢谢，你说 I love you， 要跟我 long stay， 谁管女生在南配不配，姐姐，不要再叫了。感谢3B31022为我们带来的战歌啊！有了这首战歌之后，队友马上葛了一个，嘟嘟嘟嘟嘟，队友消失了。真的、啊？怎么血量变这样了？那个健康的真娜跑哪去了？我什么时候变残血了？好，没关系，就算真的残血了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战斗的。现在对面 AD 有蓝霸呢，算了，目前比数是6-1，我们上路哦，没有任何的 gank， 以一人之力哦，就把牙树给干掉两次了。
只有我存在的下路了。你现在爽发育，再发育一下就可以有疾风剑了。好，回去买装备，飓风剑。啊，上路把人给剁歪了。其实那一只也是我的main角，我知道达瑞斯就是很好打牙术的，我上次也是打牙术，很好打。然后中路我们将会看到的是辛朵拉大战敌人的魔豆凯撒，魔豆凯撒现在吃兵是被压制的，装备也出的不是很好，我们先过来啊，收个人头。当然不给你。好，看能不能晕到大，没有啊，算了，没晕到呢，我们就回下路喽。这边是在骗我啊，该不会 support 就躲在那个哦？哎呦，好痛！别啊，别啊，别啊！我只是想吃兵。啊，输兵啦！哎 ，support 人呢？世界第一怎么放推啦？对面的牙树跑去中路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找找牙树好了。哎，牙树来送了，分个人头，分个人头。Fight, brother! 牙树被打到口齿都不清了。哎，真的放推嘞，要去狙死米达了，来，我踩，呜，啊！虽然牛头人放推了，但他队友还在动哎，呜，射他一下，这场应该是差不多了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哦，准备来跟着中路一起带服了，带服大成功，补血补血，呜！变成大腿的感觉真好。留在下路草一二草中间，没问题，我来啦！好硬哦！今天哦，终于可以早睡早起啦，各位观众，天天三连胜。打到完全打不死啊，太硬了啦。哦，我们的中路现在开始吹捧上路了。还有我啊，你每次遇到我也差不多都是赢的吧。没有。关台之后呢，还会有再稍微培养一下这个睡觉的情绪，你懂吗？
看一下。单杀，哈哈哈哈，单杀。不是，我都已经在那边埋伏好了，这个人头给我是很正常的吧？等一下还要培养一下我的阴阳师了。害他喽！啊，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把他们珠宝给怼了。有人头的感觉，有单杀的味道，哎，我那边有在跳舞的造型啊，呜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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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哦、好痛、啊、这能算洗伤害吗？来啊，等一下结束比伤害啊，看谁伤害高没，来打完 PK 伤害，这一场我输出绝对前三，GG。来来来，看一下我们的输出，哈哈，看看能有多少输出呢？啊，什么前三？各位观众，全场第一，哈哈，全场第一，是吧？我是一个突出来了大拇指的那个位置啊！啊，那今天晚上哦，就开到这里啊，谢谢各位观众。